网友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来逛一下跳蚤市场。那么这个环保市场呢，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，然后卖的东西参差不齐啊，乱七八糟的，从古董艺术品到山西产品，还有卖一些鞋子、衣服、裤子、包包啊，都是二手东西。那基本上来逛的都是一些想捡便宜啊，或者是外劳居多啊。看一下，这一摊的老板全部卖的都是瓷器啊，有瓷器，也有玉器，小玉器，还有鼻烟壶，鼻烟壶。啊，没卖啊。对。这敢是月窑？你是老帅，你个大阿龙，我是月窑哦，你是咧是？哈哈。哎，你是青花。然后青花，青花龙纹哦。哦。大明宣德年制。哦，宣德年的。啊，还没拜啊。然后科普一下哦，这个有时候在人家摊位看瓷器啊，要非常小心，不要把人家弄破了。拿的时候要非常小心，轻轻的拿起来。哦，然后看完了之后呢，要轻轻的放下去，不要撞到了。撞到就刻成胶哦。这老板娘很忙啊，忙着做生意。对。还有这个。汝窑啊。还有啊，就是看瓷器的时候碰到这种有盖子的，教各位哈，要先拿到旁边去，然后再拿起来看，不然你一拿起来，万一盖子掉了，那就刻成胶啦。不然还有一个办法啦，就是两个一起拿起来，这样也是一个办法。刚刚老板娘说啊，
有些客人啊非常不小心，拿瓷器呢把盖子给搞掉了，那盖子破了呢，人家也没办法卖，所以还是说看东西啊要小心一点。因为今天是下雨天的关系，所以人会比较少。不然如果是六日的话，这里人会比较多。然后有卖一些二手的工具。老板卖的东西很多啊，有玉啊，还有一些瓷器，一些老古的东西，还有青铜器。看一下青铜器，还有钱币。这一件是我今天买的一个元代的瓷器罐，四系的。这原本老板娘呢，她是希望能够1800成交，但是我最后花了1200。然后呢，其实有时候买东西啊，不光是看缘分，还必须要杀价，还不能杀到说让人家翻脸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。很难取舍，哦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个元代的四系小罐，整个器型非常的敦厚，非常的饱满。然后胎质也非常的细腻，还有一些跳刀痕、悬销痕。在跳蚤市场买东西呢，其实是一种艺术啊。很多人想要捡便宜，但是通常都价钱开得太低太低，这样子会让一些摊商非常非常的生气，可能有时候人家好东西都不愿意卖你。所以说
买东西有时候还必须要留点情面啊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观看。